一些准备。像后门生鲜的后门是这户家买这户家他不会他来讲后门啊你买偏见买起贵啊但是他可证明出他的价所以我们后门就是有逻辑的但是如果碰到产量过多怎么办那我们就是要想要想办法加工啊我们这个加工我们最近去研究的结果某些加工的技术已经不像过去台风那个蓬莱罐头，蓬莱罐头一次回来就一次雨啊，还蓬莱加海，他们还不吃不贵来着。所以我们在想说，某些的后面的加工，如果是产过多人呢，这家伙可以放很久，而且甜度不变，营养不变，加工想办法。我现在去找厂商跟要到投资了。甚至我们看大力哈、啊，还积极的挖地呢，我去拍点机会，果然不处理它，我们都在所不惜的。包括木瓜哈、啊，也有去各大研发的，得到很好的一个奖。木瓜粉，你去钓那个木瓜，那风味不失，甜度不失哦，它可以存很久。我们在想说，我在体重是不是有相关的可以来接？有特殊的一种加工厂，啊，包括凤梨，我们凤梨啊，最近有一家愿意来投资，投资办，很特别的王来当，也出力哦，锦华一万倍几百万颗，所以，我们爱芒果，爱芒果哈，如果是用有机的爱芒果，啊。技术在改进，我们的爱芒果是在形成这个竞争力，因为爱芒果生根、品质、工资少、成本低，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气候的关系，特别有香味。当然，爱芒果有进客户行业，它的量大，那我们是比较早，阿哥旁边。所以在日本，我们的评价很高。好，我只能说，在爱港，你这么爱港，再让他忙，因为国酱也是啥，看疾病，看他能够有效的能够遏制啊，遏制。安利好呢，几个小一再做广告了。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我到世界各国去看市场，要不穿。同样啊，几乎一百万颗的奖啊，只有墨西哥的肯特，我们这个是从墨西哥肯特过来改良的。墨西哥的肯特啊，就贵点啊，应该是贵点啊。只要我们不用一收的话，那个吹锁的话，那里啊没养料，还盖住啊，就贵点低，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找出我们墨西哥是竞争力的，因为先不成。盖章，啊，来讲这个，我基本上是这样想。那艾文又可以加工，起码那个艾文那个切割啊，这艾文切割的这差别呢？哦，你台湾一个跟弄水饺的朋友，我相信好像来传到台湾，台湾新店的哈，新店，比较讲，所以艾文加是的。可以再改良起来，所以如果我们万一量大的话，我们还可以加工。所以我们要找一些有竞争力，而且量大，还秀得起，